我他妈现在最危险，对面就炸了。我现在我站在对面这栋楼上，这上面的玻璃渣子还是炸过来的。这要是再一炸，我就不在了。我操！湖北仙桃化工厂爆炸，周边工厂的门窗都被震碎了。工厂的门窗都被震碎了，对面就炸了。我现在我站在对面这栋楼上，这上面的玻璃渣子还是炸过来的。这要是再一炸，我就不在了。